唔識按摩。我按摩係得一個要求嘅啫，佢樣要靚。我今晚見到好多靚嘅人，唔係淨係男仔，唔係淨。唔小心講咗我嘅喜好出嚟添。陈奕迅帮粉丝签名，被老婆拧耳朵，演唱会开征好看的男人帮按摩。其实世事总有好不好，不只得美好。其实我们转喜爱得不到的，手松点也好。来吧，我还好，期望你还好，我肯跟我倾诉。陈奕迅在香港红馆举办25场演唱会，12月20号来到第9场，伊森即兴躺地做了下肢挺卷腹，边聊天边吼了1分06秒，48岁还是虎赛雷亚。好噶啦，咩除衫？你仲兴嘅咩而家？唔系而家唔系兴着衫嘅咩？我边大只啊我？我系瘦咗啲啲嘅。但好自然噶嘛，你做得多啊！你日日咁都得噶，你日日咁啊，唔使啊，你净咁啊，你净坐喺度听就咁样睇戏。喂，你 feel 下，喂，真系开始硬，嗱，跟住开始震啦 ，feel 唔 feel 到？开始震呢，坚持。耳朵扇动，哇，原来都几耐喎喂，有冇人攞本杂志嚟睇？咁样，唔得，好攰，喂，翻唔到嚟喂，好攰嚟噶喂。咁样，哎呀，声啊好神啊！而家有冇识按摩？我按摩系得一个要求嘅啫，个样要靓。我今晚见到好多靓嘅人，唔系净系男仔，唔系净。唔小心讲咗我嘅喜好出嚟添。等一阵，因为我唔会落去下面，所以我喺呢度饮啖水啫，饮啖水。好似而家可以批准喺呢度食雪糕添喎，40万，好平啫。成1000蚊张飞你都买得起啦！唔通系我啲口水咩？咩嚟噶喂？我都系率性而为噶，你知啦。唔知第几万签咗 CD， 而家咧见到又有 CD， 唔得啊！我已经俾我老婆嗰个，我仲有成10几场啊！翻有機會，我知道你今晚好喐得好好，同你隔離嘅男仔同埋個女仔度，我知入曬心噶啦，我會記住你，你帶住喺街度。2024年應該可以，我應該未退休嘅。